家在情人节，然后我们邀请很多台湾妈妈带他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户外的活动。那你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台湾妈妈，他们已经很开心的在野餐之外，还有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在练投球，然后相信今天的活动会非常的有意思，待会等着看咯。在体验棒球，对，也不要朝侧方，有专业教练哦。朝正后方，越快球就越快。第二个，如果你过球，球的旋转是这样，表示你出手是这么出手。今天还有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就是认养希望之树。不同的树苗开放认养，大家可以选择各种果树认养，以自己或是爱人的名字为命名。今后看着这棵希望之树成长茁壮，开出甜美的果实，当然果实也归认养人所拥有哦，让我们的地球拥有更多的绿意，更加的美观健康。错过今天的朋友也不要觉得可惜，因为下一次植树活动 party 已经在等你来报名了。要感受春天的绿意和充满生机的环境，不妨考虑抽空参加哦。